我嗰個嘅 patron 入面咧，我同我啲嘅會員係介紹咗國內一個好出名嗰個作家，死下錢噏到後邊唔記得咗，莫言啊嚇，莫言啊，佢話咧，其實咧，即係有好多時咧，一個人嘅滿口嘅仁義道德咧，即係嗰種嘅 belief 呢種仁義道德咧，即係只有兩個情況嘅，一就係佢好 naive 嘅嚇，即係入世未深嘅，佢相信世界真是太美好啦，即係真唔係係世界真是好美好，而另一種咧就係話其實佢純粹愛嚟揾食嘅啫，即係佢純粹愛呃人嘅啫。